要爱三十四天，今天整点鱼子。为你服务啊，媳妇儿，不服务又生气。好吃吗？真正常。好吃吗，媳妇儿？好吃。嘎嘣嘎嘣的，是不是？嗯。还有这色的。它味道一样吗？你尝尝。哎，媳妇儿，今天我给咱妈打电话了。嗯。然后她说，那块解封了。嗯。然后呢？我解封老尿急干啥呀？然后我想回娘家。现在直播咋没工夫？不行，我就想回去。我想回娘家。等两天，等几天，先别回去，这两天。不行，我就想回去。我就想回娘家。你想干啥呀？告状啊？告什么状啊？这。我就想回娘家。不行。那你说都这么长时间没回去了？嗯。全一子。我说都这么长时间没回去了，我想回娘家。我说等几天。等几天是等多久？先等等。我着急。你着急干啥？我着急回娘家。回娘干啥？回娘家看我老丈母娘，看我老丈人。我想他们了。我想他们没好事。怎么都没好事呢？嗯。我也无所求，我就回家看看我的猪崽长咋样。长啥？回家看看我的猪崽。跟你啥关系？猪崽？猪崽以后都是我的。你不是想老丈母娘，老丈母娘了，你是想猪崽了吧？没有。别说话。我说真的呢。别说话了。了你吃不吃？我不吃。你吃我也不给你。我就不吃。今晚别吃饭了。我就不吃，我就要回娘家。今晚别吃饭了。我就要回娘家。烦人。